家晚安，这里是卡兹可可。猪猪什么？猪跟啥？哦哦哦哦哦！刚刚试试看而已，它就出现什么东西？哦，好酷哦！其实可可没有玩过，不住啊！可可今天豆叶痛啊！哦，橘色要放这两个，然后对，就已经放这里啦。我要把门移动到密室，他没有偷草我。我移动到密室，我本来就是困在密室啊！废话，那铁门需要钥匙，表示它开不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哦，我的桌子跟窗户，我要检视窗户很高，那就是桌子给它移动到窗户啦。哇，我移动到桌子，放桌子旁边了。好好，我还没检视桌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桌子底下有一个抽屉，这是一个要锁头，所以我是可以给它 open 的咯。一张反制卡或者杆子。好哦，我觉得什么东西都要给它检视一下。我觉得杆子会，我再看那个窗户，那个窗户觉得是有问题的。移动到窗户，我检视窗户。虾米有弄那么久？如果我爬上窗户，发现都被封锁出不去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有点 K 呢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有点难耶。我爬上杆子，哦，桌子移动到门，无法移动，因为旁边有杆子。那我杆子要放哪里？哦，你们都不能移动哎，好奇怪哦。那杆子移动到我嘞？我看到我的身边，哦，然后再把桌子移动到杆子，啊哈，我们有新的进步了，所以我可以爬上杆子，爬上杆子看到了天花板，爬上杆子才能看到天花板，你抬头啊，学一下，这样，这样。太棒了！我获得天花板，我要拿来送人。我要送你天花板。好，我要检视天花板。天花板是由木板拼成的。通常这种地方就会有眼睛在看你哎。安妮，我要打开天花板喽。哦，老板的钥匙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要移动到。桌子，知道我知道，桌子要移动到窗户，然后杆子要移动到窗户，然后我移动到门啊，好累啊，这不是正门，然后我要开启门，好，我错了呀，钥匙开启门，啊，我天哪，各位辛苦了，可可辛苦了，下班，放学，哼哼。去吃鸡排，不住吗？可可，音频运行的结束了第一关，分档二，可可才刚开始而已，就感到绝望。好，啊，这个是一起用的，哇塞，我的那个。会不会词汇这样一排的噔噔噔噔噔下来超多的、啊？我检视门，我检视地，照明看不到任何东西。So I should 开启地，啊，他没有理我。然后我要爬上天花板。还真的耶！啊，那我怎么下去？我的日记感觉就是要检视他，他今天跟我讲说：“你哈哈，你傻傻的啦。欸”还不能放，我还以为这可以放进去，哈哈。感觉这可以放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可以看到他。哦，他可以放哎，认真。原来是翻卡用的东西啊！
好累哦，我这张发好累哦。我们翻开什么呢？四啊，留下一个一。高一的背面有一些奇特的，我将种子盆栽，然后将放置在窗户的，总觉得很糟糕啊。帽子，哎，它反过来了，二炮。拿干炮，我绝对不是这样用的啊！开启手电筒啦 ，Timmy， 获得灯的碎片，所以我可以得到灯泡。灯，灯泡修好了，开了耶！螳螂尽头的叠壁。哦，嘟！刚刚的音效好可怕，真的很累。